就是讲一张公文，就是写讲十月初五以前才能过来跟你讲。公文就传到这边啊，就是很难看啊，我看不到啊，我们不要改。东西过时，从贵州过来，清朝的，那你看，装备的也没嘞，1982年，八百多斤，一斤公文是啊，他哪个店里有一个卖的？你莫写，你写，但是有一挂人哦，我到正面你骂人，正面骂人，你有的。外面的出水口，这也是50.2那八，差了7.3公尺，根本没有办法排除外面那边高起来，哎，高7.3公尺。他说一定要从这里出水，这里就是出去就是大甲溪。哦，大甲溪出去就是大甲溪。大甲溪河床呢？怎么样？啊，你报过，报去。哎，我今晚你设计，我们报去工程，工程嘛，还没报着边。还没报。那我也报嘛。他的工程名称多少？比较出。上石各项也是整治啊。上石各项的。上石各项。上石各项。比较出掉。哎，对对，这点还比较。哦。上石溪啊，上石各项也是。
好，他们姐姐，总统，你好，你好。